军争夺赛。冠亚军争夺赛这个阶段要邀请到的是张世光还有钟文贵。耶、经过刚刚激烈的缠斗之后，两位有信心吗？耐力赛，耐力赛，要坚持到最后才会是赢家。好，刚刚呢是手把跟风扇的差别，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两只手把跟一只手把的差别。加油啊！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个 Xbox 的手把都是可以支援 Windows 系统的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好朋友们，在组装电脑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洽询里头的工作人员来做询问。好，我们第一站的第一回合，哎呀，不小心没有闪躲掉。好，但是看起来呢，我们世光防守好像防得那么好，比较好一点。好，加油！好，第一站的第一回合，文贵要加油了，拿出你的实力来。好，文贵目前情况有点危急，剩下最后的一口气，可不可以像刚刚安顺一样呢，用最后一口气撑到最后？啊，很可惜的。第一回合被 KO 了，来第一转第二回合，到底这回合可不可以决定第一站的胜负，还是要进入第三回合呢？我们拭目以待。好像没有办法挡下对手的攻势，哦，一个大绝，可不可以抓到？哎呦，有啦！好，世光目前看起来呢比较危急一点点，感觉呢会出现一个1-1的感觉，1-1平手的感觉，会进入第三回合的样子。哦呦，很难说哦。哦，这个比赛真是刺激！哦哟，天哪！直接一个无影脚飞踢他。好，恭喜恭喜世光在第一站当中获胜，我们要进入第二站了。世光如果第二站再次获胜的话呢，恭喜就是今日的冠军得主咯。哇，紧张刺激了！到底谁是冠军？谁可以将两只 Xbox 的手把带回去？文贵现在应该内心应该十分的澎湃，十分的紧张。好，放松心情，放松心情，好好打，拿出你平常的实力来。好，闪避对手的攻击，并且持续进攻当中，拿出运动家的精神。第二战的第一回合获胜的到底是谁呢？啊，世光真的非常的强，感觉完全没有要理让对手的意思，让对手剩下最后一口气直接 KO 他。哇哦，好，第二战的第二回合 Fight。好，感觉文贵已经稍稍觉醒了。好，猛烈的攻击对手，使出一个大绝。哇、哦、天哪，世光真的完全没有想要给对手任何反击的余地，很想要获得手把。好，想要两个人一起玩，我知道。好，恭喜。结束了，今天的我们的冠亚军已经出炉了，恭喜！按到了，按到了。好嘞，恭喜我们的世光得到的是总冠军的宝座，耶！好，文贵要是亚军，非常优秀，非常厉害。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来进行颁奖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先送一些小小的礼物给各位想要观赛的好朋友。好，来各位观赛好朋友们，来礼物送给大家咯。好，一样呢，我们准备了这个曼陀珠要来送给各位现场的朋友。好，今日呢，感谢大家莅临我们原价屋的活动现场，一同来观赛。好，来还没有拿到礼物的可以举手让我看一下吗？都没有拿过礼物的，来礼物帮我拿在手中。记得10月31号之前，如果呢你要来购买电脑、组装电脑，要来参考一下我的原价屋。同时呢，我们刚刚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游戏过程当中所使用的这个手把是由 Xbox 所提供，这支手把呢还会附赠一条 Windows 电脑的连接线，可以让你直接连接在主机里面，支援 Windows 平台的游戏，所有的游戏都可以来使用。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只要入内都可以来参观，来查询一下最优惠的价格。10月31号之前有来组装电脑的，可以用999元的特惠价格得到它。那它的原价呢是1890元，除了让你可以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完全不断电、不需要充电之外呢，它更可以呢让你感受到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的舒适感，所以游戏就算打了2-3个小时也不会觉得手酸手麻的状态。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活动现场进行颁奖喽。如果等一下呢你也想要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游戏手把，欢迎各位呢在颁奖结束之后自己现场来试用看看、体验看看。那我们就先从3-4名颁起好了。那欢迎我们的第4名。好，第4名伟胜，恭喜。哦，老板加码，原价屋再加码。好，除了让你拿到风扇，真是太难看太可惜了，我们再加码滑鼠直接送给你，谢谢，恭喜。好，谢谢，恭喜我们的伟胜得到了第4名。再来呢，第3名是我们的安顺，耶，恭喜。好，我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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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一只手把送给你哦。要让给小朋友，真的假的？好，来来来，你轮到你搬了好不好？那弟弟来这边。哇，天哪！我们原价屋真的是太大方了。今天现场唯一报名参赛未满18岁的弟弟，恭喜你！哦，果然你看，留到活动最后是对的，有没有？我就说要坚持到最后。恭喜，他好开心呢，有没有开心？有，来来，请问你了，你在那边大声的告诉我们，这个把手把让给你的哥哥。日后长大，如果你想要一台非常厉害、好可以让你呢成为世界游戏王的电脑，要找谁来组装？原价屋。哇，给他一个掌声鼓励，耶、yeah! ！好棒，好棒，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冠亚军啦。那亚军的部分呢，恭喜我们的文贵，耶、yeah! ！也是加码。哇，我们的这个电竞耳机直接来送给你啦。玩游戏呢，除了要有非常棒的手把之外呢，更要有什么立体音效，让你身临其境，对不对？通通都是你的礼物了。来，我们看前方的镜头。好，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加尖叫，耶、yeah, ！谢谢，恭喜。好，冠军，冠军，张世光。有请，呜！耶，哎，你没有没有的猫欢呼啊！哦，冠军，冠军哎，冠军在哪里？好，来这个参加奖先送给你，恭喜冠军得到的是2只 Xbox 的手把，掌声加尖叫！哇，有女朋友吗？啊，有有有女朋友，回去就2个人一起玩。谢谢，那请问你了，来冠军一定要在这边，请问你一下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以后呢，组装最优质、好最棒、速度最流畅的电脑要找谁？原价屋。好，玩游戏呢，如果想要让手感非常的舒适，想要让这个手把完全不断电，要找哪一个品牌的手把？微软。哇，找我们的 Xbox， 找我们的微软 Windows 就对了，耶、yeah, ，谢谢。
好，来谢谢我们的总冠军。今天呢非常开心大家来参加我们原价屋的格斗挑战赛，希望各位呢都可以把好礼带回去，不要忘记了在10月31号之前，如果呢你要组装电脑主机，或者呢是要来直接现场的购买我们组装好的主机都可以，你只要有来做购买的动作，就可以呢利用我们这个购买的机会直接加购刚刚的比赛竞赛当中所使用的这一款 S-Bus 的手把，并且里面呢会有一条 Windows 电脑连接线，帮您连接在自己家里面的电脑主机上头，所有 Windows 平台的游戏都可以来支援，都可以来使用。这款手把非常的便利，让你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完全不断电，按键十分的灵敏，给大家绝佳的操控感，所有的游戏角色都可以轻松驾驭。今天呢非常开心看到各位上老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同乐，希望大家日后呢继续支持我们的 Xbox， 继续支持我们 Microsoft， 也继续支持原价屋。今天感谢各位上老朋友们的参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珍珍，那也欢迎大家好持续的可以来使用我们的这个手把来进行游戏体验。想要玩快打炫目的地，你还想玩吗？啊，你还要玩啊？好，没关系，这边还可以继续玩，玩到6点钟。好，我们的活动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所以刚刚如果你只是在一旁观战，你觉得看起来好像很好玩，那现在就轮到各位了，是你的时间喽。每一位上场朋友想要来体验，只要来到椅子后方排队就可以了。那我们目前呢都有空位，直接坐下来拿起手把来就可以来玩游戏了。所以给大家的游戏是快打旋风舞，快打旋风舞，想要来利用这一款手把玩游戏的朋友们赶紧来把握喽。不要害羞，不要害羞，还是可以继续留在这边玩。好，回去觉得玩不够，这边可以让你玩得过瘾。好，好嘞，今天呢，想要来体验的朋友们，这边坐下就可以了。那体验一样有体验的小礼物要来送给大家，所以呢，我们欢迎远方的朋友听到声音都可以赶紧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进行游戏体验。没有，帅哥站在后面不好玩，一定要自己来玩才好玩。这边来排队就可以玩，还有一个空位，有没有人想要坐下来的呢？不要再看了，就是你了。好，今天的体验活动会持续到晚上的6点钟，所以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如果呢想要来玩玩看我们的快打旋风，想要来体验一下今天呢 Xbox 所提供的手法，让你感受一下绝佳合手的舒适感，并且呢按键相当的灵敏好操控，都可以直接呢现场来做使用哦。如果喜欢的朋友，它的原价呢这样一组是1890元，那目前呢有一个相当特惠的价格，就是在10月31号之前莅临原价屋做电脑的组装，购买主机就可以用999元非常优惠的价格来得到它。我们的加购价就是999元，十分划算，活动优惠只到10月31号而已。所以希望呢各位现场的好朋友们一定要赶紧把握机会，莅临活动现场参与体验拿好礼，并且呢想要用最优惠的价格带走手把，记得我们的最终截止日期是10月31号，一定要在10月31号之前带着您的亲朋好友来到原价屋进行电脑的组装才可以哦。